今天我也来个四菜一汤，说我们那边的四道菜真好吃呀，好久没吃了。热油下蒜末，调好酱汁，昨天还剩半个的南瓜切块，马上腌制好的排骨，上大火蒸个40分钟，当然也不一定是40分钟，具体看情况。蒜香排骨蒸南瓜完成，锅内放入蒜末，葱丝爆香，加上腌制过的鸡肉丝。这炒熟之后可以加入香菜，不喜欢的话加上葱，什么都不喜欢那就什么都不要加。香菜鸡肉丝完毕。西葫芦炒番茄是跟之前的一位阿姨学的，在那之前我并不知道有这种组合。接着是一道快速的紫菜蛋汤，水烧开，加入紫菜，滑入蛋液，最后加入几滴醋和麻油增香，最后炒个大白菜。一份不上火的四菜一汤就准备好了，准备开吃。这是我打卡的第二天，明天继续，没事，下期再会，拜拜。